我是说207，207有武功吗？没有吧？二零古堡七没有武功吧？我走错边了，什么声音？完了，听到这个声音，啪！恶心的虫虫儿。救我！哎呦，哎呦，哎呦！打他，打他！双管齐下，妈的，怕爆，恶心的，这是蟑螂吗？这感觉好像是蟑螂，是不是？蚱蜢，是不是？还是什么东西？好了，那个骑士之门这边有一扇，进来看一下。觉得圣女密码解谜超火。我后来有去查，圣女密码好像 PS4 也有、欸，害我有点想买来玩。PS4 也有圣女密码、欸，然后我看的那个图片，突然想到，好像里面中间有一个配角会死，而且死得很壮烈，就对了，壮烈牺牲。然后他好像是因为这样子救了克雷尔吧？这什么东西？啊，三大原则啊！原来三大原则这里用的啊，那我可以去解西洋棋了。这里吧，是不是？好像是这里，大门吧？黑暗编年史 Win 版，我没有玩过黑暗编年史，我没有 Win 啊。以前老头穷没有钱，只能看人家玩过干瘾。好，我看一下他怎么解。两个圆的在右边，下面一个小猪猪，黑色的，右边一个像是什么？等下我看不，稍微记一下。我来看看，诶。啊，这有两个白色的呢，啊，你刚丢，哎，等等等等等，啊，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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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哦，这样子啦，嘿丢。推啊！一本书，三大原则，昂布雷拉三大原则，一本书出来了，就才一本，我们还有两本，妈的！纪律是不是？恶之书哦，不是啊，恶魔的翅膀。马可斯的日记，12月20号，终于成功了。新型病毒称之为始祖，我想把它带回来，立即展开计划。史班社说他成立公司，我无所谓，只要我可以继续研究始祖就好，所以就成立了安布雷拉公司。他想怎样就怎样。史班社一直请我担任新的培训所长，或许是为了事业，但他变得越来越强势。不过，也许我可以利用这一点，我需要特殊设施来探索。啊，就那个家伙今天向我抱怨，他认为始祖只不过是一个赚钱工具，纯币了。那如果他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对我研究不利。如果要继续开发始祖，我就必须巩固自己的地位。总算找到了以始祖为基础建构的病毒的方法。好，水质混合。哎呦呀！所以说 T 病毒就是这样来的啊，水质综合体。实验不会有真正的进展，只要人类才是适合的哺乳类实验对象，否则我永远不会有任何进展。所以他拿人类做实验，有人似乎对我的实验起了疑心。不过也许只是我想象吧。如果有人不小心发现了我的秘密，他们不会猜自己将意外的成为我研究的助力啊！这个助力就是把它变成僵尸啊！总算完成了，美妙的水质。
那些低能的人，永远不能知道我的快乐啊，是不是？我很快就能控制这一切啊！为了保护研究而设置了装置，被人动过。看来有人寻找 T 和水蛭，真是愚蠢的家伙啊！有被动过就对了。然后我又发现了研究所入口被人动的证据。也许我应该叫威廉和艾伯特除掉这些眼中钉。艾伯特应该是二代里面那个博士吧，对不对？威廉应该是威斯卡，是不是？还是我记错了？T，我知道是干嘛的。Yeah，另外一双翅膀入手了。哎，喵月酱安，角色都领便当就不会出来了，不然会被玩家干爆，打死又出来，吊死的时候无限循环。哎，没错。其实威斯卡如果我真的复活，应该不至于被干爆吧？因为其实还是有一批希望威斯卡这大魔头可以复活的，就是粉丝群。哦，你懂的，希望他能够再重出江湖，当大魔头这样子。威廉是雪莉他老爸啊，原来如此。诶，威廉是雪莉他老爸。哦。就这个博士是不是？所以说我刚刚讲那个不是博士啊，威廉才是博士。因为我记得二代雪莉她老爸不是叫金什么博的吗？金什么东西的？三代重置版哦，先等二代销量吧。我觉得那个重置版要看二代的重置销量，我真的觉得要看销量欸。二代重制版销量如果不好的话，我觉得应该不会有三代了。我猜啦，我猜的啦。不过我觉得不可能销量会不好，大家这么期待销量哪会不好啊？而且又是大家众所期待的二代重制，这是更不可能的事情。哎呀，花掉下来了，可以呢。所以哦。人的补习班老师要给我们喝博莱酒，博酒来。那些喵哥，你不要到时候又喝到呛掉，我跟你讲，变成呛喵液，呛喵。哎、欸，芋头公安，存档。传说中的小房间，你知道的太多了。你知道的太多了。这就是那种小房间是什么，你知道吗？老板跟小三的秘密房间。当老板的老婆要来的时候呢，柜台就会按一个按钮，按下去之后就会警报器就会响。然后老板就很紧张的从这小房间的后门逃出去，有没有？是不是？这就是老板的小密室，跟他的秘书在里面卿卿我。哎呦，Oh my God！等等，打他！哦，射到我了！我靠，中毒了欸！哇，没有蓝草。太棒了，我的人生！是不是还有一只？啊，要死了！也太多了吧！恶心！锁住了！我会不会待会就这样中毒身亡啊？我今天想把剩下的那个冰火喝掉，然后就呛掉了。好像很懂哦，没有啦，这只是我的猜测而已。因为我曾经就看过，我有个朋友他的设计图，就是他做室内设计的，
然后他会有那个设计平面图嘛，然后他帮一家公司的老板做室内设计的一个平面图，那时候他就跟我讲说，这个老板一定有养小三。我说为什么？他把那个图片偷偷丢给我看。为什么这个办公室的后门会有一个暗门呢？为什么要设计一个暗门跟一个后门？哦，然后我们就开始在那边互相猜测，看这一定是养小三嘛。老板娘来了，然后就赶快偷偷的从后门逃跑。然后那后门还有一个密室啊，可以跟秘书这样子卿卿我我这样子，有没有？哇，这些全部都是病毒的实验体哦，是不是？哎、欸，有恢复药，太棒了！哎、欸，这也可以存档哎、欸。然后我们就拆得很爽，这样子。哇，250满了。嗯，麻烦。真的是慢出来呀、啊。现在回个血。老头，你看过，果然是过来人。啊，我看过不代表我会这么做啊！不要误会了，各位，好不好？我是一个，啊，正直的有为青年，不会做这种事情的。你是不是也想搞一个啊？才不会嘞，搞一个干嘛？没兴趣。我心中只有一个人就够了，是不是？存档，还需要搞这种东西吗？那你这边有打字机，意味着待会前面就 BOSS 战了。好家在我们的比利哥已经重装武力，准备要大干一番了，有没有？嗯，应该要先问老头有没有缺秘书，我没有秘书啊，干嘛？你想做什么？讲清楚，说明白，好吧？工作室永远就只有老头一人，孤苦伶仃，很可怜欸，生病的时候只能自己照顾自己，吃饭的时候也只能自己跑出去吃饭，多可怜！都没有人要关心我。没有啦，开玩笑的。哭哭啊！好，存档了，应该可以冲了。就是这扇门，还有乌龟啊！对，我还有巴西龟，很好，巴西龟陪伴着我。我是想成放金条钱币而已，跟偶尔乱入的侄子，我侄子有时候跑来看乌龟，哎呀，是吧？啊，我知道了，这边应该待会会有相关的实验体在这边串动着吧，因为毕竟这边就是要实验那个 T 病毒的实验室，所以说我觉得待会会非常的可怕啊，就看到 T 病毒的失败作品，嘿，推 push 啊，可以，快点，截图截图截图，比利已经流鼻血了。干嘛的？哎、欸，我真的觉得卡普空这个人真不厚道哎、欸！卡普空的制作团队超不厚道的，他完全都不知道观众到底要的是什么，玩家到底要的是什么啊！哎呀，这绝对不会是我啊，绝对不会是我要的，好不好？我要的东西应该跟大家一样吧？太可惜了，哎，怎么会这样子呢？真是太让人难过了。什么各种刑具？靠，这跟病毒实验到底有什么关系啊？太扯了吧！想去老头家？好啊，来啊，有本事来！啊，关于电源调节装置，由于日前发生雷击，电源装置仍需无法运作。就电源来说并不严重，但是锅炉室设备在同一个电网上，
锅炉室应该是之前有蒸汽，然后我们过不去的那个地方，设备严重损坏。若要尽快离开，请将指针转向70，但请先检查一切是否已连接网络。70度，这是一个提示。好的，然后这是什么？控制板？怎么弄到70啊？呜，下，上。下上过了，哇！这是90度吧？好像失败了，再一次。上，好，感谢飞翔的送礼，谢谢，感谢啊。去错时间会看到房子有两只乌龟。想太多了啦，两只。然后呢？我觉得这应该要下，然后再下，最后一波给他冲到底，成功了。啊？只有到50度而已。上，上，下。上上，有了，这次应该有了 ，nice。上课了，巴布，好哦，去上课吧，不要喝太多呢，啊，不要喝太多呢，喝一点点就好了啦，喝太多不好啦。非常抱歉来晚了，不会啦，不会啦。好，这边已经可以过去了，所以哦。Wasting your time. 你们这是在浪费时间。I have already claimed this place for myself, which means you are 却擅自闯入。And I am 这边要救雷贝卡。完了，是不是要一波死亡潮？哎，那有搞啊！哇哦，泼猴！哇！哇！我被咬两下，我是不是要死了？哇！泼猴哥哎 ！Oh my god！ It just doesn't make sense. Do you honestly believe this to be the real identity of that crazy young man? Impossible. But if somehow it is true, then Umbrella will be finished.If the old conspiracy against Dr. Marcus is revealed, Mr. Spencer's career will be over. Not to mention ours, too. So, the time has come at last.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I will simply say goodbye to Umbrella. The biological weapon utilizing the T-virus has almost been completed. Our only remaining task is to acquire combat data. You can't be serious. I refuse to abandon my work.I have finished the research on the T-virus, but I need a little more time to complete the more powerful G-virus. 变 G 病毒 ，G-virus. Do as you wish. I will follow my initial plan and lure the STARS members into the mansion. Oh. Their superior combat training should make them perfect test subjects. 所以说才会有一代的那个阳管事件。Something must be done about that. 就是威斯卡引进去的。As I recall.URC is equipped with a self-destruct device in the basement. I'll find it, set it off, and annihilate the place to nothing more than a massive rubble. Rubble. 比例上场。Oh, I can't. Hold on. 哇，这边要怎么救他？我真的要死了。很小、啊，救命 ！Help！ 哪里呀、啊？我突然错乱了。马
的？你是要来我硬碰硬吗 ？Good。等一下，我要怎么救他？他在哪里？我是不是跑错边了 ？2000 years later， 这里吧。啊死了！再见。None。欸，他给的时间还真的蛮充裕的欸，但没关系啊，时间还很长，你们要走这条。好冷，才11-12度。干抓三小，我就是要走这里。干什么东西？走开哦！你们北就是要走这里，任性行不行？你们看过那么任性的实况组？啊！吃屁啊！哦，最近天气真的很冷啊！啊，各位自己保暖，保暖要注意哈，不要冷到了，到了啦，是不是？我看一下这里是哪里。我稍微看一下这是哪里哈，我来看看。哦，欸，他居然醒来了，两条路都可以到，不要叫那么大声，真的吓到你了吗 ？I'm sorry。来这边，这边，这边，我来了，不可行，补好补满。欸，榴弹枪可以装这么多发哦，我现在才知道欸。那我刚刚是白痴吗？最多可以装几发啊？12发。大厅的路比较近哦，没关系啊，我到了。八七老头的迷路之旅，算一起杀小。历史上小，我靠，这边是怎样啊？我走错吗？应该没有吧。哦，恶心。哎，别，恭喜老头。快到了，快到了 ！Don't worry， 是不是这里？这又是什么鬼啊？走错边了，大哥！再往里面一点，不要急，不要急，我们快到了，我们快到了。他至少还要再喊个3-4声，他才会掉下去，没那么快。好，没那么快。相信老头，好不好？相信，请相信我。Trust me, trust me, trust me, trust me。等一下，靠北，这是哪里啊 ？What the fuck？ 这里是哪里啊？哎，这里是不是？哎。大姐，你在哪里啊？大姐，我现在在三楼，我现在在三楼，这里，不是已经快到了吗？这是干嘛的？哦。不管，随便按的啦，救人比较重要。
对对对，看声响。哎，回去大哥铁门，什么东西？这里。他又要死了、啊。看你老实。我必须要到二楼去哦。我跟你讲，网络有延迟哈，所以说呢，没办法一个动作一个指令哦。跟你讲了，烦死东西。这个到了，到了，到了，到了。救到了吧，麻烦家伙。Rebecca, I'll pull you up. 哦，有了，有了，哦！各位截图啊，看见了没有？截图。Thank you. No mention it. 啊，感谢追随，谢谢，感谢啊。We promised to cooperate with each other. Remember?Remember? 哦，这个也可以，这个可以。已经卡普公已经完全了解玩家想要看的是什么了，太棒了。这谁 ？No, sir. I have not found him yet. I'll continue to search for him. Over. 哦，偷偷的隐瞒。Rebecca. My first mission, and I've already disobeyed orders. 第一次出任务。So much for my great law enforcement career. Oh well. 调情。Live long enough to worry about it. 出任务穿这样子可以吗 ？I just need to know. I need to know the truth. Did you kill 23 people? I'm not going to judge you. I just want to know the truth. It was around this time last year. 啊，有故事剧情啊！哇 ！Our unit was ordered to Africa. 部队收到了命令，前往非洲介入内战。Our mission was to raid a hideout of 突袭森林深处 ，located deep inside the jungle. 哇 ！The hideout was far away from our entry point. Some died from the heat. Others were killed by the enemy.中暑，射了。In the end, only four of us survived. 所以就 L4D2 这个游戏就这样来的，是不是 ？Only there was no guerrilla hideout. What do you mean? The idiots in charge had us operating based on wrong information. 错误的情报。But we couldn't just go back home empty-handed. Oh no.Our leader ordered us to attack an innocent village. 无辜村民。我。Get rid of them! Kill them all! Please, sir! Ceasefire immediately! Shut up! 哇！所以说我才逼不得已杀了这三个人。Do it! 哇！哇！惨无人道啊！噗嗤，就这样子趴了下去。So did you execute those innocent people? Forget about it. Doesn't matter anymore. That was then. This is now. Besides, you said you wouldn't judge me. I'm not judging you, but it does matter. Look, now my people think you killed those MPs in the van.But I don't think you did. 可是你他妈刚开始抓我的时候是这么认为的啊！是那些丧尸犬干的。Isn't that right? You don't get it. I've only got. 哦，他是说车厢那里是不是 ？Either report to the Marines and serve out my sentence, or keep on running for as long as I can. That's all. 哇，
是怎样？这个姿势很撩哦，很可以哦。这是一种压轴在后面的感觉吗？啊，爽到赔罪礼物！哎，不用啦，啊，不用啦，不用啦。然后默默的把礼物收起来，有没有？有没有那种就是过年的时候收人家红包，人家包红包给人家包红包给你这样子，然后之后妈妈看到要包红包给儿那个别的亲戚要包红包给自己的儿子，然后妈妈就说：“哎呀，不要啦，那边包红包真的是。”哦，真的是，干嘛要包红包给小孩呢？不用啦，不用啦。然后讲完了之后，就把红包拿走，有没有？是不是？有没有戳到你们的心了？啊，还是说你们的家长比较不一样？不用啦，不用啦，包红包不用啦，然后把人家钱包拿走，有没有？啊，还是说你们家长是比较猛一点的？钱包。红包还给他们，然后把他们钱包给拿走，这样。啊，你们是哪一个啊？沿路捡子弹，捡一捡。好哦。这是二零古堡，对啊，零代，这个是最早的，比一代还要早。这些老头一定做过的意思，才没有嘞。难道我要说这是我亲身经历的事吗？突然觉得悲从中来。不用啦，不用啦。然后呢，老头的钱就这样没了。欲哭无泪，老泪纵横。老头的老泪纵横。嗯，好了，我们救了他之后，我们可以专心的探索这里了。然后我先给这个家伙装备一下手枪哦，不然等一下榴弹又在那边乱射一通。然后我们这边发一罐给他好了，然后跟他要这个。哎，哦，反正等一下我会把它射完。Nice, go。红包不用了，不用了，默默收起来，是不是？有没有这种？哎呦，三八啦，包什么啦？然后给他拿过来这样子。跟你说不用了嘛，很常有这种事情啊。哎、欸，啊、那些泼猴嘞，还在吗？玩的子弹太多了，真的该消耗了、欸。这是什么、啊？我机灵敏略，能击倒有角的野兽。这又是什么鬼解谜？完全看没有。嗯，我们刚刚跑来的一路上好像还有其他地方没有开过哦，先回去探索一下好了。从坠落的灵魂重新点燃圣火，这待会再说。先去前面。我们直接受刷卡，哇靠，这家长更屌。包一块黄金。对，就是一代的开端啦、啊。洋馆事件发生之前的事情。哎、欸，哦，这里是锅炉啊。来来来，福利放一下。行不行？嘿、欸，可以这样飘哦。有没有用这种从头到尾这样子的方式破关的？有没有？好了，截图了吗？不要说我对门不好，好有截就好了。Star B 小队201是 A 小队 ，A 小队就是吉尔跟那个吉尔跟谁啊？跟威斯卡那一队嘛。欸，克里斯算哪一个队啊？好像没有的样子，是不是？克里斯也那时候也是 A 小队吗？好，感谢青龙影的送礼，谢谢，感谢啊。谢谢你啦。
你看我怎么走回来的？老头心不在焉，在想什么？想着童年往事，红包被收走，说以后妈妈帮你存钱，结果呢，就再也拿不回来了。心不在焉的老头表示哭了。克里斯被绑，威斯卡巴克。巴克后来死掉了，不是吗？就是那个洋馆事件刚开始进去穿红衣服夹克的那一个，他后来死了、啊。巴瑞没死吗？吉尔巴瑞、威斯卡克里斯，克里斯是 B 小队的、哦。那我们待会应该也会遇到克里斯哦。一定会，绝对会的，植物龟要死，因为他所属我们这队的啊。慢了，这边只来拿钥匙而已啊。林黛没有克里斯啊、哦，他不会出现哦，好难过、哦。所以他现在是处于被绑架的状态吗？还是会出现克雷尔？我觉得这一代会出现克雷尔，我随便讲的。这边有没有路啊？哎、欸，走开！哎、欸，这里有路哎、欸。哦，这里就是那个嘛。大哥。振作点啊！不要闪退啊！我还没存档啊！哎、欸，别叫吓我啊！不要闪退啊！人生已经很难了，好吗？不要再增加人生的难度了，可不可以？我真心觉得不要再增加人生的难度了。You stay here. Yeah. 好、哦，求你了，大大。哇，这么多枪却不能用，好想哭哦。这是置物柜的钥匙，看一下，什么东西？公事包？干嘛？密码是多少？358。直接写在上面。哎、欸、哎、欸、853 835 妈的，他刚刚讲是多少啊？靠，按太快了、啊、再一次。左上角的写385，我还一直输入错误白痴啊！这是什么？手枪零件？啊，舒服啊！哦。哦，哦，嘿嘿嘿，哎，我觉得手枪子弹多到可以不用去狂捡嘞、欸。我只记得 B 小队的理查默默被卖掉了，就是死在那个一大堆那个温室的那个藤蔓那边嘛，对不对？是不是？随便 ，nice， 我是来捡这个的 ，God， 哎、欸，
那到底在哪里啊？哟，哦，没错，是哦，硫酸弹吧？对，真的硫酸弹，很棒，太棒了。这边有个按钮。哇！哎呦 ！Oh my god！ 阿赫，阿赫，猎杀者！哇！我要被砍头！呜呼！呜！结束了，结束了，结束了，没事，没事，没事，莫惊莫慌，老头大显神威，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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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我想要被老头卖掉，为什么？我想被老头卖掉，完蛋了，满满满，死了，不管了。一代的话，跳起来还有机会秒杀你，你知道吗？一代是很恐怖的啊！我记得我以前在玩一代的时候，猎杀者你只要血低于百分之多少，他就直接把你头砍了，你就去了，去了，一哭哟。Let's regroup. Okay.哎，等等等等等等等，不要让他乱来，听话。Let's go。处于黄血一招毙命哦，那大概就是 50% 吧，是吧？被老头卖掉是一种荣誉。啊，你走火入魔啦！啊，你已经是变成我的身体的形状没有啦，开玩笑的。哎呀，我这颗钥匙要去拿来干嘛？没办法组合了。钥匙是要开哪里的、啊？遗忘记，有没有人还记得这把钥匙要干嘛？有哪里是没开的吗？老头很棒的，真的吗？谢谢哦，真的。感谢你不嫌弃，虽然我蛮拔旗的，就是了，常常迷路。这边也没东西了嘛。这关给他捡好了。就雷贝卡那边用打火机，赖打啊！对吼，我们还有雕像哎、欸，雕像灵魂没有解，可以开启我的心房撩妹吗？哎呦，很会哦，这个很会撩哦。就雷贝卡那边要用打火机，哪里啊？出门买晚餐，好哦，快去哦！鹿狼马虎蛇鹰啊，这里我来过了嘛。这边就是那个电梯那里，不是电梯，那个叫什么？打猎杀者的地方。
们要再上一层，那边才会有救雷贝卡的地方。鸡排够，哎呦，还好我已经吃饱了。今天我们吃火锅，怎样？羡慕吗？刚刚地板有东西，那是子弹啦，我子弹多到满出来，不捡了啦，不想捡了。已经慢出来了啊，存个档，不要闪退，闪远离闪退，你我有责。火锅的无限地狱，我们火锅应该还可以再吃个两三天哦。今天买超多的，我们火锅可以吃好吃满。你说这边要打火机哦？赖打丢进去吗？还是烧旁边的箱子？嘿嘿，丢下去爆炸。曾经装满火药，丢下去就崩起啊！外面排那个灵魂雕像的嘛，顺便来排一下好了。这个，没有用，不是用在他身上。这是鹿，我刚刚看一下攻略，是鹿、狼、马。啊，这个要怎么操作啊？打火机点它。哦，原来是这样啊！点了之后呢？就这样子啊、哦！啊呜！按错了，狼狈，虎蛇鹰，吼吼，台语安那安那娘吼，爪。爪，搁一只鸟啊，鹰，哎、欸，奈我没对到 ，open， 感谢啊，谢谢指引明灯，老头永远感激你。接下来走哪一条？看一下这里面好了。地狱传说三角符文吗？你是说、啊、那个 under ten 是不是？还是什么来着的 ？Under ten， under ten， 那款游戏哦，很多人有在推荐我啊，可是我都没玩，而且我不想要被剧透，所以说我就不玩了。应该是说要玩的话，我很早上就讲过了吧。我要玩的话，我应该也是录到完结吧，因为我真的很讨厌一款游戏玩到一半被剧透，就觉得很靠北。尤其是我很喜欢的游戏，又是我很喜欢的剧情，然后就会有人在那边剧三小，妈的公剧啊，把你变成山上的一棵树。那我帮老头算剧透吗？我觉得卡关攻略倒还好，你知道吗？攻略嘛，那就是还好。那再来，我对这款游戏其实也没有说很着重于剧情的部分，讲实在的。所以说要说会不会很生气呢？其实倒也还好，还好啦。哦，开枪速度变好快了。马上有射带了，爽哥哥！
欸，我们捡了文件了，哦，有了。马可斯所长到底在研究什么？为什么对水感兴趣？兴趣更有时更像是热爱。听说那些水蛭很危险。尼尔斯碰到一只生病发烧，今天又发生了。那扇门传来恐怖的惨叫声，拜托不要扯到我身上，我绝对不会靠近那里。即使所长命令我，我也不会落得跟丹尼斯一样的下场。那可怜的家伙，一直抓，一直抓，光是看他这样觉得好痒。必须或许走，如果可以，但如何？尼尔丹尼斯走了，我走好饿。就我妈，他们被拿来当实验了啦，实验品，哭哭哦。被当实验品了，所以说我来这里干嘛了？拿文件，然后一个色带这样子，拿了一本，那算是石碑吧，不算是书本。剧情我忘了，只想看老头被吓。欸，说真的，我玩这么久被吓也只有冰箱那边而已啊。真的，也只有冰箱那里有被吓到啊！我真的觉得还好欸。要开到几点了？今天开到十点。哥，今天开到十点。那边的东西我应该拿完了吧？对不对？想一下啊，团结石板，然后之前文件中有提到，这个吗？不是，不是。守则，纪律，服从，团结，团结是第三个，团结是第三个啊，没有错。好了，太棒了。这里啊，得上得上得上 ，yes， 省空间了，爽！水蛭小王。水蛭小王，林北还不装一波？哦哦哦！吓我一跳！哦哦哦！一个转身，一个 move， 嫩，秒杀，秒杀大哥，好用欸，真的省好多子弹哦，是不是？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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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欸，奥总子弹剩三发，哇，他快没子弹了。哇，好多门哦，该走哪一扇才好啊？哎，欸，靠北，这出去的路，这样提醒好像看不到老头被吓了，是啊，太棒了！可以，
你说什么？里面还有一只啊！哦哦哦！我注意了，我注意了。这里吗？嗯？啊！哦 ，Good！ 你到底要不要丢准一点？啊，超浪费！哎、欸、啊，怎么还没有被烧死？哇，尴尬了！燃烧弹解决。啊！这是什么？虎钳手把。就这样子，这边是拿手把用的，行哦。我觉得掉他妈一定会有，我还是用我们的比例玩好了。早不该讲的，怎样？失望了吗？是不是很失望啊？不如预期啊，因为我已经知道了。哈哈哈哈哈哈！这什么？又可以再做一波了吗？哎、欸，不对，我好像把汽油丢了，是不是？干，真的，算了，捡一下好了。或许大家可以再做一波。弹钢琴。还有闲情逸致弹钢琴。好了，不知道为什么还有成就，靠北叫什么？安抚上司的成就，一个安抚上司的成就，很棒哦。哦，他不会弹钢琴，比利来吗？交给我了。好、哦，这里要分开行动啊！完了，感觉要一波死亡潮，史无前例的死亡潮。我觉得有点怕。怕。哪里打开啦？我怎么没看见啊？哦，这里啊，这是什么？麦格农子弹欸，哇塞，后面还有麦格农啊！死给拿、啊！酒瓶。啊？电池。比利弹钢琴，快点，趁现在出来。This way. Okay. This way. 好了，我们有电池了。电池的作用是什么？作用是什么、啊？哎、欸，多少吉鬼安安？你好，哎呦，这些东西水一直出来挺麻烦的、
什么？这我去过吗？实验室中间感觉我东西跳出来啊，欸不是啊，以生锈看我捡瓶，酒瓶特多欸。这边单纯只是拿东西而已吧。三角符文，再说吧，再说。一件好事，哎，我怎么复活了？嗯，汤。电池要干嘛？暂时想不到电池的作用是什么。哦，瞬间懂了。死了没啊？躺了。结束。霰弹枪子弹。这是要放这里的啦。交换用的。一个服从，应该是第二个位置吧。